关注精神健康，造福华裔社区，一场不容错过的精神盛宴等着您。请扫描屏幕上二维码，参加首届精神健康宣传日。美华精神健康联盟为来宾准备了哈佛大学纪录片《寻找卢克》，无比励志心理学家李志华老师的生命力量。6月1号在黑尔加州东湾大学，网上购票或致电510-362-1456。关注精神健康，造福华裔社区，一场不容错过的精神盛宴等着你。请扫描屏幕上二维码，参加首届精神健康宣传日。美华精神健康联盟为来宾准备了哈佛大学纪录片《寻找卢克》，无比励志心理学家李志华老师的生命力量。6月1号在黑尔加州东湾大学网上购票或致电510-362-1456。